就是最后失去联系的那个位置。我们也是刚从那个越南那边获悉的，那是就是说一个可疑的位置，是那个飞机失联前的一个最后位置，最后的那个信号位置。嗯，对，现在还没有确定下来，现在一直在核实。有客机乘客的亲友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等候消息，他们批评航空公司